我都好開心嚇、啊！我啱啱同呢個 friend 啊，呢、這個 friend 叫 Andy 嚇、啊，佢係我其中一個由細玩到大嘅朋友嚇。就係、是、我翻嚟呢幾日咧，佢哋就不斷咁約我，即係就算我而家即係分咗手，叫做有啲感情嘅問題，但係佢哋都可以即係喺我身邊，係支持我。所以即係大家，我想話俾大家聽，朋友有幾重要。即係當你喺有難關嘅時候咧。佢哋都喺你身邊，所以你唔會唔開心嘅嚇。你有一個死黨喺身邊，有一個朋友喺身邊嚇，佢就可以嚇幫你舒解你任何嘅感情嚇。你首先你就要講曬你唔開心嘅嘢出嚟就 OK 啦嚇，係咪啊？冇錯嚇。所以今日咧，今日咩話題啊？今日有咩飲啊？今日話題呢、這個。系咯，就系、是、呢个断片咒吓，佢哋嗰阵时系一年前啊，讲到咁癫吓，今日就要试下呢个咁嘅断片咒。咁今日我就出去同朋友去去呢个煮饭啊，咁啊而家出去买餸啊，咁其实我觉得我想讲点解我唯一仲有即系咁积极咧，朋友当中系因为咧。我很多東西都是忠於自己的、啊、譬如現在你很多人都可能會說我即穿到這樣即好像黑幫大佬一樣，但我是喜歡的嘛，即這個是我的 style 嘛，所以有時候不需要我很注重旁人的眼光、啊、是忠於你自己先、啊、人家可能不一定覺得你這樣、啊、覺得很難看，人家可能覺得哇你即 OK 的你的 style， 人家可能跟你是不是這樣，即這個是要你去自己去轉換你的思考、啊、不要壓抑自己，是不是？那你今天可能說你看現在這個天落雨落成這樣你還出街，是不是？不是我聽說的，但是即很多因素都可以說、哎、不出街了，今天都不好天，是不是、啊、所以是不是即你要積極的心態，就是今天我哋同女朋友出街，好耐冇見喎，一齊 gather 下、輸一下，係咁上幾年都冇做過，咁係咪值得係去做啊？就係、是。其實我想講咧，今日天氣真係唔係太好，個天黑曬。咁咧，其實今日我哋嚟咗一個朋友喺西貢嘅屋企，仲要即係我第一次。即系行咁多路未行完，我而家先啱啱开始，睇下行几耐。啊，即系周围啊，又点讲好啊？好似丛林咁样吓、啊，又多蚊啊，而家又湿又热咁样吓、啊。今日天气算几好啊，唔系好热。系、啊、咯，见到条楼梯一路咁样行上去，虽然唔系好远，但系即系住喺呢啲市区嘅人，即系。當然不會習慣了，但我想講的是，即無論今天天氣怎樣，幾不想出街，很多人都覺得落雨的天氣不出街了，都是留在家裡、啊、我們放假退一日算了，但是不是、啊、見到有朋友可以吸收一下新鮮空氣、啊、是吧，即是你試想一下，即是每個禮拜可以抽些時間出來、啊、去一些這樣遠一點的地方啊、郊區又好、啊、吸曬啲新鮮空氣啊，係咪個人都、啊、爽啲啊？諗嘢係咪正面啲啊？即係呢啲係我哋想要嘅嘢啊！呢啲嚇唔係間屋，即係呢啲就係我哋想、啊、每日都可能、啊、經過一下嚇、啊，見到咁多綠色嚇、啊，吸收下新鮮空氣。啊！呢啲先係啊最啊最適合我哋居住啊，其實啊，但係急速嘅社會啊就唔係會啊，會好容許我哋可能住呢啲地方啦啊。不過啊，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 exposure， 好好嘅活動啦嚇。咁啱啱嗰啲狗仔咧啊，就係喂 baby， 喂，咁啱就放，喂，我聞我呢度啫嘅，咁大。在我們個朋友家裡的狗仔來的、啊、所以現在拍回頭 anyway 現在終於差不多到了、啊、這間屋呢、啊、就是、
回屋企啦。咁就係差唔多啦。今日呢段片。Yo, best friend Hanson, what's up？ 就係今日咧，我哋食呢個咁嘅串燒咧，好耐冇食啦。不過呢啲係香港懷舊小食嚇。我想講咧，成日即係香港人咧，成日都好物質化，即係食啲即係好高級啊 ，fine dining 唔使嘅，即係食呢啲嘢咧幾廿蚊咧已經好開心啦嚇。所以即係大家即係特別係男女嘅都好啦，即係年輕人咧食多呢啲嘢嚇，你即係有錢嘅時候咧食啊都好啲好嘛。叫做爆框法。當你有諗法嘅時候，當你有諗法想做其他嘢 ，no， 呢個就係你要去界限化嘅原因，就係你呢啲嘢相反翻，人哋覺得你唔得啊嘛，衝出去，即係你一定係要相信你可以做到嘅。每日都崩緊自己，積極咁樣去衝刺，你完全係可以犯一啲你可以承受嘅錯。Push further 你個 boundary。第二咧就係、是、將你嗰個 boundary 咧模糊化啲。Put action first， 揾到你自己內在嘅一啲潛能。原來好多嘢都係你自己克服於，但你完全冇接觸嗰個層面，所以唔知道自己做唔做到。